整体来说，只要有朝一日我能衣锦还乡，不要说一件宝贝，没来，有个女孩子在这儿，这回我们发财了啊！就快离开这里的了，你暂时还是带着我，这样我。他躺的，那么你，这个凶手一定就是你了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现行杀人的地方。妖孽，还不快现出原形！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接客？听那悲女小翠说，这些想必是沾染邪气，自己要当心。嗯。你怎么会一个人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有鬼？你看看你的身上。啊？不，该说是那个女人，是我真儿的化身。他的背上长满了脓疮，赛珍呢？他死了没有？他并没有死。他的房间呢？啊，房间在那儿啊。